哈喽，能打扰你们一下吗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我那个音乐老师给我留了个作业，然后给陌生的路人演奏一段乐器。行吗？就。这里是这样的，我那个专业学的是那个 B-box， 然后我老师说用这个那个能展现出声音的浑厚。哎，这个可以可以。不好意思，这重新录，刚才那千万不能要啊。不好意思，我有点紧张，那个很好，挺厉害的，挺厉害的。我也觉得是，因为一直我都是主要人长得帅。主要我这个专业吧，在班级就是，位置比较靠前，老师一直拿我当班级同学的骄傲，以及当做他们的榜样。